会长不会再醒过来，看来我坚持忍耐到这一天是对的。会长的议决权将会全部委任给理事长，召开股东大会将爸爸解任，所谓的合法配偶就有这个权利。践踏与被践踏的欲望世界，欢迎你儿子。你第一次赢过我了，你想要什么说吧。请您告诉我妈妈在哪里。永德软骨素胶原定，继承者们，精彩大结局。